我说我来溜溜都不行啊。没事啊，今天呢？没事啊。进来穿上。啥事？进来。啥事？坐下。你咋的？你签一年了。我签啥签了？那你我刚才听电话什么欠钱没有？你欠一年了吧？电话打我的，一天打180个电话。那你还说联系不上我？那我咋说呀？你不哥们吗？给你添麻烦了呗。哎呀，那添啥麻烦呢？你都忙完了。真不用，我干公司拉点积分那不正常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我嫁妆钱，我能不能嫁出去看你。那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用了。快点的吧，你听我的，真不用虽然别嫁不出去赖上我了。那真不用啊？真不用，公司下个月钱到账就还。你出去磨叽，你给我省着去。干啥去？请你吃饭。为啥请我吃饭呢？你那一片眼睛，我怕你饿着。操！你别饿着我了。走吧，操！别他妈溜了。吃啥？你点啥？我点。你点啥要吃的？来个串烧。来个炒菜炒鸡蛋。来两羊肉。给我补。两碗牛肉炒肉。上这来吃老菜来，你知道为啥吗？为啥呀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不是，咋的？你要上市啊？我要创造神话。